時間4:37夜里7:46今年1:17都今年第100都冇乜嘢啊！1:90我唔記得講咧。一個人7月9號嘅咧，快啊！放咗之後，就睇新聞。林鄭咪話呢條同一條例未嘅人壽終正寢嘅。The bill is dead。開頭佢6月10號佢話暫停修例，跟住後屘佢喺7月9號又話 The bill is dead。去到9月幾又話撤回。但不過對於好多示威者嚟講係變咗節，即係假地方就係趁住呢個機會走出去搞事先，完全係遠離所有訴求。2019年7月10號嘅。朝頭早去跑，買咗飛咪睇《猛龍與四》嘅，我屋企人三個，跟住後屘4:00幾翻嚟之後，即係嗰陣我哋走廊係換曬燈嘅，換曬到圓形嘅燈，因為長輝嗰啲燈咧6月中嗰陣時已經燒曬，即係有一啲嗰就攤唔著，咁即刻去睇戲，我記得我係睇咗7:00幾嗰場。唔記得點過7:00，睇完之後咧，即係個劇情，你可以睇翻2019年7月10號嗰條片，我都講得好詳細。跟住後屘睇完之後咧，只要欣賞嘅咗佢8:00，即係咗嗰度食完之後翻。港大學生會零喺星期五零，即係今日凌晨1:00幾就道歉，即係因為佢用其他嘅名義，即係學校嗰啦，用評議會嘅名義啊，就去悼念嗰個刺警案嗰個米水梁建輝啊。即是他说那个梁建辉 为他人做出牺牲，我们对于梁建辉家人致以深切的慰问。他牺牲付出了很多，告诉你当这件事扬出去之后，港大就强烈谴责，其他院校都强烈谴责。咁後屘11:00幾，港大學生會就致歉並撤回，跟住我心諗有鬼用，你我都講咗，教育方冇人知咩？學生會教育方唔係一句對唔住就算數，因為好簡單。對不住之後，他的立場是不會改變。但例如就是他講學生會，你講完話都個悼念那個梁建輝，就算道歉只不過是表面上在記者會上道歉，不過實際上你根本沒有改變過。你覺得一句道歉就可以了事，就可以話對冇乜用，因為你不講都冇做。又話用你呢啲名字，跟住後屘又道歉冇撚用，唔通我殺咗人我可以道歉？即係我又可以人講呢句，都可以話唔好下下都以為所有事都可以對唔住，因為你講呢單嘢之後咧，好多人都唔妥嘅，就算你對唔住你幾誠懇都好咧，都冇用嘅，都唔會原諒你嘅啲嘢。鬼叫你慢中中咁衝出嚟講嗰番説話，我唔俾你講嘅。
都記得舊年七十，我本身見到一個 cheetah 叫 single 定係九，我嗰個手六次啊，定係廢。佢名仲要幾抄幾多次抄鳩我啲。所以話俾你聽，道歉冇用嘅呢，因為你啲新聞都播曬。所以話俾你聽，道歉係你道歉，你無論道幾多次點咧，你嘅心態唔會改變，江山易改，本性難。習慣易改咧，但性格就好難改。呢句就咩意思？呢日冇，即係呢個禮拜六冇升我啊，咁變得明去萬心，即係都係關於弱勢社群。升我翻嚟都好慘㗎，好似聽過。多一句啊，一個升我就翻起，咪有人睇到個十三集，但係。我覺得人哋講啲嘢唔信咯，因為你都冇擺明信，你就係揸噏都完全冇證據嘅。夜個消息話咧，睇咗十三集，邊個唱邊，邊個唱乜，邊個唱乜，邊個唱乜，邊個俾人包大身咯？你講嚟講去，證據咧？你嘅人有睇片，點解你唔錄低佢咧？一般人打機都弊，打地揾就，我可以殺到呢個記錄。你可以拿出俾人睇，即係曬名，但係你冇片，你冇俾人曬。我唔啦，我咪都錄嘅。BF 五依家都係玩，一直等到夜市啦。不過講夜市有一條咩黃色歪瓜，我唔知佢會買到想見到我冇問題。到時見，十月中，我做十月中。不過佢仲喺個 group， 仲喺 BF 五個 group 裏面應該知嘅，因為我記得我擺，我記得我舊年月幾擺條片上去話，叫啲人去舉報佢，話佢起我底喎。跟住後屘佢即刻私底下 message 我，就話你攞條片去舉報。佢仲喺 YouTube 裏面咧彈咗個 Facebook 名出嚟，起我底，侵犯私隱。我記得佢條片點做。跟住又查撚到咧，遮曬啲名，冇遮曬自己啲名，但冇遮人哋嘅名，跟住啲人唔知我邊個，所以咧我第一個知，佢即刻就跌嚟跌去又。多一句，如果你咁撚想見到我嘅話，冇問題，你可以買隻 game 翻嚟，你可以預購啊唔買，到時見。不過到時又唔知玩唔玩㗎，雖然你講個字，你又再見。但我希望可以見到你，睇下會唔會喺車度見到人打我名出嚟咧？如果應該係佢，因為唔知彩頭啊，玩咩 game 都要開始嘅彩啊，認真啊！佢真係玩咩 game 都開始嘅，唔係講笑，認真。BF 五你自己去睇，係啊，幾乎咧
每日跑步都係喺嗰個大球場嗰度打足球場嗰度。直跑嗰陣時，即係依家直跑啊，疏疏地咧，咪講過咧，係兩個月都冇再見。咪講過最後一次見到嘅四月中嗰陣時，都係得兩個可能性咧。我咪講過，一係佢冇出嚟跑，以後都冇出嚟跑，一係就佢跑第二度。不過如果跑到又見翻佢嘅話，又即可能跑浪平嘅。不過每日傻更更跑浪平嘅，收我啲時間。不過見到佢啲線好嘅咧，成日都騷擾我。仲記得四月頭嗰陣時候，係咁攞部機影住佢，跟住即刻驚到咧，跑出單車徑，跑出人車線嗰度，跟住就掉頭望啊！